喂，我是教练 Coach，我们今天要来介绍新的活动，先来看一下这个巫师猜猜看，四校争霸。那10月28、29、30都有比赛，然后11月4号、5号、6号都有比赛，然后比赛的队伍就是明星赛的四个队伍，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领钱币这里去完成任务，就可以领到竞猜钱币。然后这边大家就可以去投，你觉得哪一队会赢？这边的话，第一组我觉得应该是羽泉吧。诶，最多只能投10个，诶，那就看你有多少个钱币。目前的话，诶，我只有一个钱币吗？刚不是领了？哦，他是要花500个钱币你去压，然后就这样子猜，就剩200个。那你的钱币可以累积越来越多之后，就可以换下面的奖励。最好的是后面有发条跟非凡卡包，就没事可以乱猜一下。第二个活动就是这个魔咒速速钱，来社团这边之后就看到这个魔咒飞来，点下去，我们有这个召唤币，可以用这个召唤币在社团这边发起一个交换，像我紫色的，我就可以交换我要这个，你就可以选你可以换出的魔咒，最多可以选6张，然后就可以按发起，花一个钱币。那就可以等社团的人来跟你交换，而这个钱币要在魔咒集训转盘获得。我们就来南瓜活动这里，南瓜生长这里你也可以领到钱币。那它这边的药剂已经改了，它没有每日的上限，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的来交。那也记得要来领这个每日任务。好啦，那以上的影片就到这边啊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不要打开小铃铛哦。大拜。